武林中人唯快不破，我打。喂，你就没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感觉你胖了，你怎么这么富态？现在吃啥我吃。哎呀，什么玩意儿啊！你没发现我穿了件新衣裳吗？这个是新衣裳啊！啊，瞅着那么旧呢。旧吗？你姐穿小给你的吧？那就是穿旧衣服好养活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能有这么一说呢？我这衣服不好看吗？说实话，一点不好看。我瞅着小奶奶辈人穿是这是。不是大姑，过来来来，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谈谈了？咋的了？为什么每次我放到床头的酸奶都被你喝掉呢？王小宁喝的，我怎么那么欠呢？哎，你看阿丽这身衣裳，啥感觉？嚯，帅帅！哎呦我天哪！真漂亮啊！你看看，果然是有学历啊，见过世面啊，不错不错。我奶也有一件儿，这一样一样的。我抬人啊，这你连连他奶最少得65，70多了。但是我奶穿上比你还年轻。阿兵，你俩给我滚！我哪消失？你闹的玩意儿，你谁到？消失！你别喊，别胡说啊！来，正好。送你件衣服，是吧？这新的你就送我，多不好意思呀！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卖多了。那要不这样，阿丽，多少钱？我把钱给你。我不差钱，不要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那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啊！这是，你看看，你看人柳慧玉穿啊！哎呦，我天，一看就是正品，绝对不是赝品。我跟你说，要阿丽穿呢，一看就是地摊货呀，还是找事儿的，不是夜市的。但是总结一句话吧，就是柳慧穿这衣服特别完美，完美，完美无缺。阿丽，你别生气，他们瞎说的，这衣服挺好看的，你穿好看，我穿也好看，啊，那我下回请你吃饭，谢谢了。哎呦天，可家伙走了两步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老寻思阿丽，这你不拿她当女人。这样我跟你说，跟你衣服压根就没关系，就是阿丽长得不如刘晓岩呗。不是。再让你体型好，吃死你。阿丽，嗯啊，怎么你可乐回来了？太坏了吧！不累，你刚才我穿着你送我的新衣服溜达了一圈，个个都说我穿的好看。是吗？你看咱俩这关系，我送你件衣服，你还这样啊？是不是？你这两天是不是有什么愁事儿啊？没有啊，不可能。你看你瘦的，我认识你的。啊？你必须得吃点东西补补。你就不能这样啊，瘦了不好看。不是，阿丽，我刚吃过晚饭了，我现在吃不下。怎么能吃不下呢？你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你为了我，你为了我对你的关心，你是不是也得吃点啊？要不然你瘦下去我会心疼的。其实我是想吃，但是不行的，我再吃我会肥死的。不要了，不要。肥呢？女人，那叫丰满。现在啊，瘦的呀，要哪儿没哪儿，这哪行啊？快快快，来补补，快听话，赶紧补起来啊！然后呢，你想吃什么你就告诉我，然后我去给你买。吃完了你就赶紧去睡觉，睡完了醒了你就赶紧再吃啊！每天的生活就这样，过一段时间你再看，那小气色杠杠的啊！然后早点睡，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我叫你起床上班啊！乖啊，好嘞，拜拜。阿丽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不给我吃的，又给我穿的。大兵、琳琳，对，你们快帮我看看，阿丽送我的新衣服，我不知怎么的就蹭上这乱七八糟的东西了。啊？咋整的？不知道，就不知道。你这样来，你穿上我看看来。穿上啊？你先穿上。哎。我跟你说，你可能你是正面，这背面你看不着，你知道吧？啊！就你穿上以后，这个衣服就有这几条道道。
还挺有范儿的呢。哎呀，我看看，妈，哎，你发现没，脸上有股潮牌的感觉呢？你发现有有有有，是不是？真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条裤子，就像你这样花里花里胡哨的，你千万别洗，别动啊，这样效果特别好。我跟你说，不仅不能洗啊。我感觉还得再画上点，前面也得给它画上，是吧？那是整个风景，那你就感觉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阿丽，哎，你那画画的颜料还有吗？有啊，好，你待会儿借我试试，我把这白衬衣上多画几道杠，这样就更潮了。行，我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。啊，好，我在办公室啊。潮牌。谁呀？阿丽啊。嗯。你怎么还有颜料呢？这两天我学画画呢。大兵，哎，你俩发没发现吕护士这两天胖了，那脸圆的。你是谁呀？吕护士啊，大圆脸。我感觉哪像大圆脸呢？五四天没吃饭了。你三天没吃饭了？哎呦我天哪，这脸胖整整的，这衣服瘦的，你说。对，我啥都不好，他啥都好。你们就跟王小宁是一个德行。哎，啥叫我们跟王小宁是一个德行呢？你谁到了？你看咱们疗养院那所有老爷们不都一个德行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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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因为我记得当时柳护士穿的时候，那跟大明星柳岩似的。你怎么一穿完以后，就像那个收破烂的似的呢？什么呢？你俩要不相信，你问问柳小岩是不是那件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脸脸，不是衣服的问题啊。行吧，我看着是迷糊，恶心的。没招啊。哎，这个我临走之前我告诉你一件，你听着，你是小姑娘。我是小小的，埋汰你，埋汰！我这一天，我这么也不行，我那么也不行，这都什